日前有媒体爆出一段王子文和吴永恩一起和好友聚餐的视频，聚餐结束后两人同回一家酒店过夜，这件事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猜测二人从节目照进现实假戏真做，两人是在怦然心动节目中相识，通过几次约会后，王子文对吴永恩大胆地承认自己有一个孩子，并在当天晚上在社交平台晒出自己和孩子的合影，这件事在当时也是引起网友的热切关注。在节目外，二人可不是第一次被拍到结伴出行了，之前还被网友拍到二人一起结伴在三亚度假，现在又被拍到两人一起和好友聚餐。王子文身穿一身皮衣，熟女魅力尽显无疑，吴永恩身穿一件白色休闲服，尽显活力。王子文一边喝酒一边与大家闲聊，吴永恩在一旁安静地坐着，时不时就偷瞄一眼王子文，眼中满满的都是爱意。聚餐结束后，两人还一起乘一辆车同回酒店，疑似恋情曝光。